哦吼！哎、欸，这台车怎么开起来还蛮顺的？哎、欸，等一下，我怎么下交流道啦？哦吼吼！各位小金粉，大家好，我是 KI 阿金啊，今天又来到我们传说中的小富偷车，没有错。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请先帮我按下喜欢，喜欢就帮我按到6666个喜欢。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并且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正片开始。那我们今天要偷的第一台车呢，就是停在这个拖车厂附近哦，我们马上过去看看到底会是什么车。好啦，前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拖车厂，我们看一下拖车厂这边，这好像是警局的停车场。拖车厂这边有什么车可以偷？有一台拖车，有一台是这个吗？哦，外面有一台车，哎，应该是外面那一台吧。等，我这台车不能放里面啊，到时候被警察扣起来就不好玩了、啊，对不对？这台车要放外面，然后我们用里面那一台。哎，警察在这边呢 ，OK 吧？好说，我也是有拖吊车执照的人啊，应该是可以啊。好，走，我们去把外面那一台车拖掉啊。走喽，来。然后把钩子放下来，哦哦，有钩到了，钩到了，走，现在你跟我回家哦，我的拖车技术一流的，大家不要担心。今天第一台车竟然是用拖的，来一个甩尾啊！完了，这只是一点意外哦。不要担心，看来我在现实生活中当个拖车司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走喽，全速前进，呼呼，呼呼，呼呼。等一下，后面那台车被我抛出去了。好啦，我们还是试一下这台老爷车哦，是老爷车吗？这台算是爆改、欸，有人对我开枪是不是？快走！哦、哇塞，你干嘛开我枪啊？难不成这台车是他的？我刚才有做什么事情吗？他要直接开枪打我、欸，然后我们这台车现在已经烂掉了，我帮他修复一下好了。走了，我们先看一下他市区的表现如何哈。来一个左转甩尾。还算好开诶、欸，这台车比想象中的还要好，我看不出来它是一台这么老旧的车。等一下，我收回刚才那一句话，他刚才直接给我打滑、啊，他快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打滑、啊，可能毕竟这台车年份还是有点久远啊，这打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尾数到底可以到多少，全速前进，等一下。慢动作，走左边，走右边，现在时速来到355，这种古董车最好是可以飙到300多啦。哎呦，我又钻这个缝，哈哈，现在时速来到370、380、390、400，你在骗？最好这种车可以时速400，呜呼，我在骗哦，哈哈哈，直接GG。看一下我的车，哎、欸，我的车跑到哪里去？我车这边，这台车整的烂掉。哎、欸，我应该看一下他的第一人称，对不对？哦吼，哎、欸，他的第一人称其实看起来用了蛮多改装品，对不对？看起来就没有这么古董车的感觉。那我们把我们的第一台车给开回家，走喽。来，一个倒车入库，走了，哎，刚刚好。再来，我们要去偷我们的第二台车。第二台车，他说是在一个急诊室门口的二楼啊，车子又有人把它停在二楼，是怎样？又是一个怕被偷的人，是不是？怎么这么多人怕被偷啊？明明这个洛圣都就很少有人被偷车子啊，
对不对？你们观众都是见证人啊，对吧？是吧？是的话就打四啊，嗯，对，你看观众全部都打一波四，对啊，这洛圣都治安这么好，没有人在偷车的啦，真想不懂那些把车子停在一些奇怪地方的人在想什么哦。走了，全速前进。哎呦哎呦，阿里阿里，哎哎，没什么事，继续起来骑车。哎、欸，等一下，我车没办法骑了，要先把它弄倒，不然我没办法骑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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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哦，走了，全速前进。我猜应该是前面那一间医院吧？是这一间吧？是这间医院吗？这一间也是医院，可是这间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可以上二楼的地方？还是另外一间？另外一间视野还蛮像的啦。这边左转也有一间医院，欸，其实这两间医院其实还蛮近的吼，是这个吗？这个地方我也不记得有车子会在二楼啊，在二楼，所以二楼就是要有楼梯可以去楼上嘛。这个会有楼梯吗？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可以上去的楼梯哦。哎呦，欸，这边有一个可以上去的楼梯耶，欸，欸，难不成停在这附近有心机这么重？这个人真的是被偷怕了吧？哦哦，真的有一台车哎，欸，这台是宾士车的那个 Project One， 哇塞，看起来很厉害哦。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人称，吼吼，还是赛车的方向盘哎，欸。那个转速表会不会动？不会动，它上面的那个方向盘的灯是不会动的，有点可惜呀，啊。但是感觉这个车体非常的前卫吼，光这个车型就赢一半啦，啊。这个开在路上绝对是众人的焦点。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了，我刚才还绕了这么远，对不对？来，走了走了，哦哦哦，欸，有点滑哎，欸，这台车。哦，尾翼会升起来欸，欸，好滑哦，这台，而且是静音的欸，稍微有引擎的声音啊，但是比较偏向于静音的版本。全速前进，哇塞，可以哦，我觉得这台车时速应该可以来个破纪录啊，我们去这个下水道测一下好了。来了，我们全速前进，时速一下就到300。还可不可以再更快？360、370，慢动作一下，哦，慢动作直接过弯，时速来到了500多，我没有看错，呼呼，哈哈，他飞的角度不好啊，只能到这边而已。欸，当然他时速可以到600耶，有点扯啊，这一台车有一点东西啊。看起来也是蛮厉害的哦，这台。那我们把我们的第二台车给开回家。哦，第二台车也太帅了吧！这台车很 OK 啊。等一下，哦，倒车入库，小心不要去撞到。来，倒车，倒车，倒车，非常的完美。哎，这台车也太大台了吧！很大台耶，跟刚才我旁边这台老爷车比的话，大小台是真的差蛮多的啦。再来，我们要去偷我们的第三台车，开着我们传说中的桑托劳。第三台车呢是停在……哦哦哦哦，哇，它好轻哦，我一撞就把它铲起来了，是怎样？太扯啦！等一下，我先把它停好啊。我只是轻轻一撞而已啊，都还没有加速欸，我就说这台车很轻吧，而且引擎几乎是静音的啊。好好好好，停这样停这样。第三台车呢，它是停在这个东海岸的一间研究室，那我们马上就过去那边，全速前进。然后这间实验室听说是在这附近啊，我去看一下。是不是在这边？还是在别的地方？哎，欸，是在山坡上吗？我看一下，有一点点忘记位置啊。哦，好像是对面那一个山坡啦。
我们要走这边过去。我这边，走这边，走这边。我这边进去。他放我进去的哦，我没有偷偷摸摸进来哦。来，走走走走，接过接过，时间不等人的。然后这边还要再一道关卡哦，他会放我进去吗？他不打算放我进去哎。等后面那台车，跟在他后面，跟在他后面。嘿嘿，快走啊！你赶快好不好？你不要停在那边。哦吼哦吼，是他闯的哦，不是我闯的。哈哈哈。然后车子在这附近吗？他干嘛？他干嘛？哦吼，他很狂哎！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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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哦，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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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的车就可以开，我的车不能开？趁机，嘿嘿，我也进来了。哈哈哈。跟着他走准没错啊，他在带路啊。然后车子到底在哪里？这边有个停车场哎，现在就是要找车子的时候了。这边有一台这种车哎，但是感觉好像不是要偷那一台哦。我看到一台很像 GTA 里面的车子，但实际上不是啊。这边有一台福特啊，福特 S， 所以这台是 Focus 啊。有没有？它还有这种涂装的。看一下第一人称，哦哟，右驾的日本车哦，对不对？这还是右驾的，然后后面还防滚筒这样子。来，我们直接把这台车给开回家。开门，他不放我出去怎么办？撞他一下。自己推开，自己推开就好。走咯，我不管你们咯。全速前进。这台也是走静音版的，是怎样？现在的车都流行静音版本哦。全速前进，非常的安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哦。飙起来，飙起来，飙起来，飙过去就是你的。现在时速来到了280、290、300、310。嚯嚯，这台车怎么开起来还蛮顺的？等一下，我怎么下交流道啦？也太恐怖了！要撞下去的那一刹那，我人生中的跑马灯展现了出来哦。那我们把我们的第3台车给开回家，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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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车入库。哎呦，今天三台车完全不同风格啊，有那种古时候的车，也有那种大众车，这台 Focus 算大众的啦，然后也有这一种超级跑车。再来，我们要去偷我们的第4台车。第四台车它是放在这个机场那一边，我们马上过去看看。好了，我们现在到机场，可是机场这么大，我们是要偷什么车？我一个飞天呐！我只是不小心撞到一个东西就飞天，难不成要我偷这台车？帮他加速一下好不好？帮你加速。你干嘛干嘛？他干嘛？他干嘛？哇塞！哇嘞！来，你这样子的话，我就把你车给偷走，走喽！来一个原地甩尾，舒服！弄他，弄他，弄他！一个甩尾，没甩到他。等我们再一个甩完了，要撞飞机了。呜呼！他很会闪但这一台不是我们今天要偷的车子啊，我们要偷的车子，我们要偷的车子不知道跑去哪里啊。这台可以惯性漂移好好好，我们先稳下来，这种车好像也不是这么好开我们看一下，今天偷的好像不是车子，是一台飞机的样子哦。他说停在这个边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只觉得这台一直在甩尾，一直在甩尾而已。等一下，难不成是这一台？
这一台不就是传说中的 YF23？ 所谓的这个黑寡妇24，难道就是他？来，把他带回去。哦吼，哇，他的造型很特别哎，他的这个翅膀是这样子，看起来是一个菱形的样子哎。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时速到底是如何。他的这个尾翼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我们先进入跑道好不好？等一下就知道他的这个起飞能力到底 O 不 OK 了，好不好？大家不要紧张。过弯不行啊，他的过弯能力不行，不 OK 啊。来，左转，再一个左转过去就是你的，可以。好，停在这边，准备加速 ，3、2、1，Go！ 冲了，速度有点快，时速300多，400、500，呼呼！哇塞，这台飞机的时速其实挺快的呢。哇吼，它时速可以600多，700、800。900，等一下，这台战斗机的时速这么高哦，现在时速1100耶，怎么可能？太快了吧！呼呼，然后我们要把这台给偷回家，还要怎么偷？哇塞！来，我先调个方向，现在时速降到900多，但是还是非常的快，现在时速1100。1000、1200，吼吼，这一台时速破千啊，各位兄弟，好，我想办法把这一台给开回家，好不好？这种是我轮胎啊，忘记收轮胎收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快，应该是不会。呜呼，现在升的时速也是蛮快的，来，我们先把它时速给降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这边。慢一点，先把引擎关掉。哦吼，完美！现在时速200多，等一下，引擎先开一下。哦吼，好，再慢一点，起飞！快到了！啊！这个只是一场意外而已啊！哇，尴尬，我们把这个残骸移到这个小富他家好了，是不是？小富他家就蛮适合放一台这个的。好啦，帮他修复一下啦。等一下，火怎么没有熄灭？快逃啊！要火灾啦！完了！它烧起来是怎样？等一下要爆炸！快，消防车！我家失火了，快！傻眼好，不管了，火给他们扑灭啊！等一下，他们没有打算扑灭火势啊！你没看到上面还有火？原来洛圣都的消防员都是这样子在处理事情的。超级傻眼我们要去偷我们的最后一台车了。最后一台车听说在我们的赌场那一边，哎呦，走了，全速前进，飙出去就是你的，呜呼，哇嘞，哦吼，我的这个全身酥麻，直接出了一个车祸。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赌场的附近了。赌场就在这边哦，跟我们线上版的赌场长得不一样，但是他说车子是停在赛马场，我去赛马场看一下，在这边，大家不要紧张，转个弯就到了，好不好？赛马场，哪一台？这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车子啊，赛马，难不成在里面？去里面绕一下好了。哎呦！我好像看到了一台车，这个是奥迪 R18 啊！谁在跟你奥迪 R8？ 我们要奥迪 R18 啊！
好不好？这一台是那个利曼车它放在这边可能就是在测试它的这个直线跟弯性吧，对不对？因为毕竟洛森都好像没有什么赛车场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人称，哎呦，这台也是右驾怎么那么多右驾的车子啊？然后里面的按钮也太多了吧？我们来开一下，看一下这台车的性能到底会是如何。在这里面很好测试吗？等一下有点甩尾，有点甩尾，全速前进。它时速怎么感觉还好？是因为泥地的关系吗？哦，甩尾了，甩尾了！哇塞，一个很漂亮的漂移它其实漂移漂的蛮漂亮的哦，又漂移又漂移，好猛哦！它一个不爽就漂移哦，哇塞，好屌！我们去这个下水道测试一下它的速度好了。来了，我们要测试。等一下，为什么小富的手臂是跑出来的？你们有没有看到？来了，我们 3, 2, 1，Go， 全速前进，冲过去就是你的，快时速啊！时速才300多，300多太慢了吧？靠慢动作，看它可以升到多少？完了，完了，完了，飞不起来啊！呼呼。这一台完全飞不起来啊，非常的尴尬。最后我们把这台利曼赛车给开回家走了。它是不是下压力太大了所以大到说完全没办法飙出尾数啊，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啊。好啦，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最后呢，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得更好，感谢你们，就这样。